继续来看到德吉乡山区的消息，六十多岁叶竹兰被称为萤火虫奶奶，伊原先伫水里经营民宿有数十年，对环境的维护甲生态保育真用心。大约伫四年前转换经营，为伫德吉的文风游客中心，伊鼓励附近的农民无独栽种，目前有十多位的小农响应。叶竹兰也伫游客中心成立小农专区，贩卖冬季新鲜无使用农药的农特产。被糖所干的蔬菜看起来不是真水，但也代表是健康无毒的食材。我要很努力的告诉客人说，有虫的，它真的是安全的。叶若兰原本在水里经营民宿，伊真早在山顶推动健康饮食和生态富裕。爸爸洪灾之后，伊先搬到德佳永久屋，到四年前转换地点经营文峰游客中心。伊鼓励附近农民无毒栽种，到现在已经有十多位农民响应。在德佳种百香果的刘正树也是其中之一。我先食了吼，才有出去卖啦。我若唔敢食吼，变食我就唔敢卖啦。这是啥？我的果农吼，都是迄个我的原则是安尼。因为饲猪母吼，生猪仔仔，你卖猪仔仔，伊就爱迄个番薯藤，所以伊个番薯藤，所以你说他可能喷药吗？甚至偶尔那个整个虫哦，就很大这样一条哦，就钻到里面去，几乎都空心的。然后，当然我也收，然后所以他们让我去看到的，看到的就是越来越安心。叶若兰表示，伊在水里推动健康饮食十多年，维护生态的初心，继续在文峰游客中心努力实现。伊含消费者含提供农特产的农民，拢是互相信任。理所成立的小农平台，贩售冬季新鲜无毒农产，在假日提供德佳高中亲寒学生来打工。新闻控告洪德佳乡采访报道。